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十方圣地仙，大家好早，咱今日想过来讲解释迦牟尼佛所传的八正道正念。咱的念头爱执着，咱上惊无执着。咱人的念头若是不执着者，烦恼足侪足侪足侪。好，最近啊，咱有一挂。经营礼品，哈、啊，这个商店、经销商，还是专门做古董的，生意的地主，来挨挨杂杂，老师啊，这时机这无好，吼、哦，古董生意拢足歹，较早我拢是买着贵的，即摆卖无一半价啊，卖无一半价，好，唔知要啥方法无，讲你这个智慧无够。哈、哦！你无了解人性，无了解时势，时势经济好时，大家去买一挂古董来保管；时势歹时啊，大家对古董啊，因为欠三点半、欠钱的时，看了古董一件几十万、几百万，狠狠欠一万都未过，都爱跳票，万万叹叹啊！这种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么一挂信徒地主啊，我老师啊，你啊信徒遐尼济，我摕古董来啊，我照本钱，互你卖，剩咧你赚好无？我阿弥陀佛，我这我都做生意，我不要做生意，而且这古董的物件咧，吼、哦，一、這个暗薄薄的介绍，哈、哦，即摆人体会着知足。过去一段时间经济真好，大家拼死挥泪嘛真济，拼死开嘛真济，拼死买古董诶去扛，啊，然后咧，讲讲我买着一个古董几十万、几百万啦，甲即摆欠钱诶时，一万块、两万块都卖未出去，三万块，肉眼目睭哈红记起嘛真济啊，所以大家才体会着知足常乐，知足常乐。那么你讲要发明真困难，我所知啊，怎么办？啊，无偌久咧，风怕灭，人来查封，原来讲起来几千万，几千万咧，遐尼济咧，几十万轰轰了了去啊，可怜，可怜，这下不知足啊，不知足，咱爱一个哩，要做事业啊，咱一定爱趁家己几牛当，我为了福气无，我为了定。有咧得好大赚钱无？有咧好个大赚钱无？上简单了尔。过来有智慧无啊？智慧啊！我目睭所看是有正确无？是不是安尼？那回想到民国七十二年的时，台中有某一间建设公司真大间。啊，当时的小我有咧赚钱的时啊，吼、哦，平时买古董，平时买足济，啊，其中啦买一啊。好多大陆的木条，吼、哦，伊咧介绍标七千块，我去甲看厝看工厂，真袂平安嘛。啊去看的时啊，啊伊咧，讲老师啊，我无什么钱好包红包给你，我免红包啊，结一个善缘嘛，那就什么处处讲红包为先呢？啊，若是讲以红包为先，我加这头路，我做这无啥意义啊啦。迄若无安，我送一个木条给你。一盒木条，代表预言的木条。哦，伊讲这一盒七千块呢，哦，这一盒七千块，哦，这个一内底标价嘛七千块，足欢喜的啊！我这送你，我嘛真欢喜个接受啦。因为人的生意，一点水嘛一个诚心，那一个甘露啊。好，我就甲接受倒来。经过几天，我经过台中市咧，咱一个成功路的所在啦，
啊，拄一间，叫做天神闭目灯。好、哦，我去啊，经过看，看咧门头计只偌钱，500块。你也爱我，我上50块哩，450。哇，7000跟400完全一模一样啊！哦，迄个是，好，我做一个教育，我唔是讲这里、個，咱只信徒遐安怎，我嘛唔是讲这里安怎，只要教育，教育，咱一个人万行代志，对地脚开始，啊，一张地脚一念头啊，啊，咱卖虚化一念头，我相信各位出去，你会继续好过，咱大家继续好过，这回世间世界。咱台湾的经济，这么大一个洞，一洞一个风波下来，啊，这嘛是一种对咱的教育啊，咱的教育，真真正正用会到的钱，咱有用到钱才有价值，那不用未到的钱，咱先讲起来，嘛是真真正正会到价值啦，啊，用会到的才是价值，所以咱知足，知足，知足。啊，咱唔通像过去遐碰风，时机稍较好咧，吼、哦，一抓钱咧，你就要做几项用，要甲人好个，好、哦，甲人房地产买一大堆，安尼不对啊。所以咱爱有一个正见，该为不该为啊，要安怎做，读易经，正知正见，读易经，咱心咱就会安心嘛。咱若只有读易经咧，好、哦，咱该为不该为，咱清清楚楚嘛。咱就咪做一个合理合道嘛。我这物件买起来有啥价值无？咱来清清楚楚，易经的妙法对咱实在是一种正知正见的妙法。报业小方是第七，啊，咱有个正确的念头的时，咱自然会和谐，心灵会和谐。人甲人中间会和谐，尤其翁仔某，翁仔某咧，真侪人为着一己之私，真侪是安尼，哈，翁瞒骗某，某瞒骗翁，这拢毋是真真正正的正念，这毋是真真正正的慈悲。咱学多者，翁某互相来学多，因为翁仔某虽然是翁仔某，但是生生世世各人因缘无相像。咱灵魂落入这个体以后咧，咱袂记哩我自己是啥人，咱袂记哩咱就是佛菩萨的化身，有这个身体来做翁仔某，大家行这段人生，结果咧，咱一个人往往咧拢是一己之心，一己之私。啊，安尼来咧，翁某中间咧，难免有真济真济诶误会嘛好，也是真济真济诶冲突，这社会上有够济有够济啊！啊，所以啊，咱翁某中间咧，咱拢是要来修道诶，来体验世间的人生，咱有机会接近佛法，接近善法、正法者。咱欢迎大家咧，好，咱共同来读易经，好，咱啊，只有建立在共同理念一致的状况之下，咱才有法度正知正见，咱才有法度正念。阿莫讲话咧读易经的时啊，好，恁家咧继续好学，好，这嘛是一个妙法，咱唔是干教易经尔，包括佛学、禅学，咱拢一定会教。啊，讲予各位了解咱整个人生的天理啊，所以咱人啊，爱有正知正见以后，咱才有法度正明啊，正啊一念头搁算嘞。所以咱这个念头嘞，是咱人成功之母，念头嘛是咱失败之母啊。那么啥是正确的念头呢？啥是无正确的念头？易经，易经。啊，这是我这啊方法，这样的些年以来呢，好、啊，咱贵国先师王禅都做一支笔，好、啊，甲咱开始清清楚楚啊，各位，啊，佛法在世间呐，不离世间教；妙法在世间呐，也不离世间教。易经风水，咱人的生命的原动力；易经风水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。若是咱唔知易经，咱唔知要做啥，咱懵懵了了。咱唔捌易经者，你该为不该为咧？咱感觉就真正真正好费精神，除非咱有大智慧，咱才有法
转念咱的人生。那无咧，我看足济咧，拢去念转呀，念头转去，这是一个真可怜的人生啊！各位，啊，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会慈悲传这的一个法，啊，传这的一个妙道，啊，嘛是希望讲社会和谐，人咱建立在心安。无跨界、无颠倒梦想、无恐怖的状态之下，咱事业才会成功，家里才会和谐，咱心灵才会安详，咱才会幸福幸道啊！这嘛是咱哈释迦牟尼佛所讲八正道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悟、正业、正明、正念、正精进、甲正禅定。啥是正精进呢？好多正卡精进就是好多，咱来啊，啊正精进即是好多，即是好多修善德回向和祖先，所以正精进就是好多修善德回向和祖先，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浅，但是嘛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。假使咱一个人，哈、啊，咱一当时时啊，哈。做一个善德，你要做善德，咱日常生活尽量做好事。但是真济人，哈，咱因为业力现前，三只对，三唔对咧，往往咱真济的烦恼会教伊。所以这几年来，经济真系无好的人，哈，真济。咱过去教我个人的信徒，真济啦，哈，因为首先要开发产品。对公司等等咧，哈、啊，我以易经的妙法，改一建议，即卖啊继续真顺势，啊，我要甲提醒，无咧缘，无咧福，卖勉强的事啊。结果，哈、啊，即卖咧，一面强做咧，结果了钱了啊，拖，哈、啊，了啊，含亲戚朋友总拖咧，嘛足济啊，这是啥？咱无正见。啊，无这健康的念头，无迄个智慧，所以欢迎各位啊，咱来读易经，来读易经，全省拢来开班，大家来学。大家，咱也无烦恼，无一挂颠倒梦想，我相信咱会顺时啊。再来，咱健康好多，咱除了卖失败、卖拖累着祖先的民主以外咧，咱时时爱念佛。回向和祖先，啊，尤其咧，咱每一届拄着佛诞啊，咱若专心四界咧做发挥时，恁会使去参加。祖先有这因缘，有这机会来听经闻法，啊，解脱咱祖先也释然内底的烦恼，咱即是大。各位受奉圣帝师。啊！咱东方有佛，有师佛，有师琉璃光如来佛。哈，有师佛咧，就是咱医治咱人的心病，咱的灵性之病。咱的心病、灵性之病，咱若无食，咱身体就一定会健康嘛。所以咱这回咧，哈，举办有师法会。啊，即是咱奉着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甲咱开始，咱每个人的祖先，或者万亲借主，无属于孤魂等等的，因为这世间过去无机会接近佛法，所以在色尘心灵上有真济的病啊！啊，心来之病啊，咱要用什么来医呢？用心药来医，心药来医是啥物？心药呢？佛。来医啊，混理妙法，共同来发度咱，共同的祖先，个人的祖先，好，咱大家共同做这个善事，我相信咱的祖先呢，心灵上因为无病以后呢，好、哦，自自然然，咱家人孙啊，嘛心清。哦，真济信徒弟子啊，朋友嘛好，因老师，我最近心头真乱，唔知啥代志，我讲咱这回事。分道场、分事啊，特别做发挥啦！你竟然速速超度你的祖先，或者超度你完成祭祖、共唱第几祖等等，你竟然报名，去写写了，心脏飞起啊！哦，我足快活，唔知安怎啊！因为咱六月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咱大安寺发挥，
啊，我干呐，将啊北部地区的信徒，后摆予大家过年探听五会老师，干呐做法会得趁钱，事实上唔是安尼。我将恁所布施的供养的下家呢，摕来做建设，做各种的好供养法师去做行功立德，替各位做布施啊，替各位祖先去做布施，功德去回向。但是呢，我因为这想伫变世间化的想法，咱中南部真侪信徒，吼、哦、心头乱糟糟，走起来寺里问我老师，我那安尼唔知安怎，什么代志安怎，迷茫我是怎样安怎？哦，真侪真侪啊！我啊，是的，阿弥陀佛，歹势啊！因为我这种的念头呢，叫做邪念啊，明正念啊，因为好的代志不予大家知影。啊、哦，所以你今日代表去参加，将安定落，安定落。啊、哦，所以这回啊，咱的法会咧，我全省咱有缘的信徒顶，我会通知邀请恁来参加这个法会。啊、哦，不断祖先，咱的不断咱的灵性，咱心灵无病者，咱身体健康；祖先的心灵无病者，咱家人孙的心就清净，安安静静。咱家人孙的心清心静啦。头发就灵，头发就清，好多事都未做啊嘛！啊，所以咱若了解这佛法的时，咱会真正快乐，咱都未做口业。咱若无了解的时啊，干侬哇，遐庙咧锵锵锵嘛爱钱，错去啊，错去啊，无智慧的功法，咱唔知这高僧大德过去因的修行的，因的心灵世界，咱唔知啊。咱干侬凭着一个凡夫的想法。好，为反对而反对，无智慧的讲法，有够侪，有够侪啊！你这呢，拢不是正念，嘛不是正正正啊！各位，好，咱超度祖先，除了咱的参加法会以外呢，依法来回，依这妙法、佛法、妙法来回咱的所有祖先，回咱的完心借助，这个妙法来回咱的诸灵十方法界诸灵啊，是为法会呢。好，那么平常时咧，咱多做善事；平常时咧，咱多讲好话，行好路，这嘛是发挥啊，这嘛是得尽孝，尽孝道，将这个孝咧转化，和咱的祖先功德转世回向和祖先，这是一项，这是靠咱一个人日常生活该做该为的。但是要听正法，啊、哦，听妙理，听真理。听真多的事，咱必须要甲祖先、公先认为伫法会的道场。啊，经过法师咧，啊，用香花引供请诸佛菩萨，然后咧调请咱各位的同乡祖先历代修行去做。啊，咱临坛听经闻法，咱每一工要采供啊，普渡来供养咧。到最后一工，咱有心供上师。好、哦，来，这个啊、做掩口，啊来供养几啊百度，来供养咱所有法界众生，甲咱的祖先啊。所以法会要办一场法会，要非常非常大的爱心，还要有理智，要有开悟，要有觉悟，要了解一切万法，咱安在做这个做的意义嘛。好、哦，所以啊，咱今日办这个啊法会时啊。咱啊欢迎，欢迎咧！哈，大家咱一同来参加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哈，佛法之妙啊！哈，咱今日哈一步一步甲各位了解，啊，希望咱的国家会和谐，个人事业会平安，会顺遂。时间的关系，直接到了。